各位国内海内外的朋友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很荣幸我们找到我们的学长Ryan 为我们介绍 Las Vegas 全新的single family 的 house 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是建商 Warmington 这个加州很有名的建商历史悠久。OK，那我长话短说我就把镜头交给 Ryan 跟建商。Hello，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大家好，我是 Ryan 小猪FirstRealtyExpress 房产经纪，然后很高兴王老师给我这次机会接手这个 Warmington Construction Home。所以先给你们拜个年还有我现在还有一个这边的sales rep 在这边叫 Marty， 然后他会帮我们一起介绍一下这个大苏家新房 Warmington 的建商。This is Marty。 Hi Marty。 New year Yeah, nice to meeting you. Happy New Year。Okay, so we我是中文可以吗？哎呀呀呀，对。我是刚从王老师那边毕业，然后看一下王老师这个归纳的一些书的重点，然后花了几个月时间，然后去考这个房产证税。对，那王老师归纳的很好，然后我只是在网络上因为他在加州，我在内华达州，然后去看这些书。确实很有用，然后也是第二次就考出来，这样很感谢王老师。然后我先问一下这个 Marty， what the feature that you think differentiate the Warmington builders, new construction builders, than any other builders in the Las Vegas area? Sales tax has been for 90 years. Started the building.九层高的这个两层楼每层都是九尺高，对，然后它的 cabinets 的话颜色是 standard， 不过它的数量很多，然后这都是包括在这个售价里面，然后 countertop 这个 island 也是包括在里面，然后 double sink也是 standard， 对，也是包括在里面。哇，这是很好的 branding。对，他给的东西很多，然后他的建筑材料用的很好 ，energy efficient。现在因为Las Vegas这边的天气很热，然后阳光的直射，然后会变得很热。那夏天大概有300天都是夏天，那这边空调会一直在开着，所以它的材料会帮助减少这个热量，所以 energy bill 是一个很大的 cost， 所以每个月你可以节省很多钱，这样。Compared to any older construction， right？ Okay， we also give a lot of options. Okay， and this could be the part of our home.They decided what to upgrade for bedroom and downstairs. We have a great deal of storage space. Wow.
OK，所以它下面的它有三个车库，然后下面一个车库，它可以改成一个小房间，可以改成一个小房间。因为在楼下两层楼的房子，在楼下有房间的不是那么多，那些如果说老人家人家人话想住在一楼，因为爬楼梯不太方便的话，下面可以去增加这个房间，它有全部的卫浴在这边。基本的包括在手下里面，所以我目前确实他给的东西还算挺多的。 OK，所以这边是后院，然后它的地应该是在5000左右，它这个叫Stafford。 这个floor plan，然后它是两千，三千尺左右，售价是34万，然后它的后面这个patio是包括的，一般的话都不太会有包括在里面，所以它这个也都是不用再多花时间去装这个后院，所以你可以在后面relax这样。 对啊，我觉得会很好，然后地很大，它还没有 lock premium， 对，它都会包括在里面，很多 new construction 就是它会有这个 lock premium， 那可能几千块到10000都有可能 ，depends on the lot size。 所以下面走进来，往右边，它有个小的 van， 那你可以做书房，或者是你可以增加去做一个另外一个小的房间，然后它这边有一个位可以做，所以下面可以最多可以有两个房间，这样，对，所以我们去楼上看一下。这边是一个loft，right，OK，master retreat，这是master bed，这个是master，这个算很大。然后它的二楼一般它的层会稍微低一点，但是它这个二楼呢感觉不会那么压抑，它二楼也很高，应该也是九十。 哇，huge，huge spaces，对，这边它都有那个淋浴和浴缸这边。这卫浴非常的大，然后closet，huge closet，right，yeah，it's huge，哇，这个 closet。 closet很大，如果说你有很多衣服的话，如果说你最近很多衣服的话，你应该，我们这里很多美女都需要这么大的 closet。我也觉得，对啊，因为女生一般都会觉得，如果很小的话，她都够换衣服的话，那蛮麻烦的，还需要另外一个房间 closet 的话。This is everywhere. Okay. What does it cost you at this upgrade? Sure. Okay. Okay.
这是 laundry room 洗衣房，然后这是另外小的房间楼上，那可能这一些木的可能要很贵，对，嗯嗯。So that's upgrade, right? So 上面有这个房间，它现在的 model house 的话，它把两个小的房间那打通变成一个房间，那这个房间会很大。但是一般如果 standard 如果你不想加天选柜这样的话，它可以变成两个小房间，然后加上 closet 这样。对。That's good.Okay. So, is that everything we covered? Okay. So, that energy efficient that I just mentioned to them, that's... Right. You can't say it's energy efficient. I'm sorry? You can't say it's energy efficient. Okay. But...For some reason, I don't want one. Wow. 所以这个房子是三千啊，小Stafford3232尺，三个 space arch， 然后它的售价是从34万，对，然后那如果你们想要看，我可以，因为加州离这边很近嘛，如果你们有空来玩，然后想要去看新房的，可以联系我，然后你们也可以让王老师。不用再看了，就直接跟你写 offer， 然后我们会，我说真的，我们会把它推广到国内，啊，甚至国内就直接下单了。不用再买机票过来了，三十几万，你看我们在不要说国内，我们在 LA 都等于做梦一样。我觉得我在做梦啊！我加州三千多尺的房子，在如果说好一般好一点的区的话，随便大概是要什么样的？随便也要就比较远一点都要六七十万。近一点好区域当然一定都超过一百万了，将近一百万了。对，我刚刚从加州回来，我有朋友在加州，在Alhambra那边，他的房子很旧，然后应该也要七八十万最少。That's right。可能没有一千多，两千是最多了吧？好像对。对，加州房价现在也涨得很。那因为这个区的话还算很好，那一个是在市南区，离中国城也很近，那也不是太近，那可能稍微远一点点，那比较安静一点。然后这边旁边很方便，超市，现在 IKEA 也在这附近，它离215可能才几分钟的路程 ，IKEA 也是几分钟的车程这样。这边。很方便，然后很多人也喜欢住在这一边，很安全的一个区，也很方便，对 ，very nice， 太好了，对，如果有机会还可以介绍一下其他的，像今天时间关系，那我们就介绍这个 Warmington 的话 ，Warmington 在加州的房王是不是也很？也挺多这样，因为他从加州过来，好像，从1962年从加州这边对。除了刚才你介绍这个之外，不管即便是他只是投资客其实也非常好，以投资的角度也非常好，你的房租的收入然后你。而且，内华达是保护房东，
啊，你也比较不用担心房客有问题啊，然后对对对呀，你的那个收益率哈，当然也比较高，比加州高很多呀。你如果以100万，对对，因为在加州因为在那个加州的僵尸。它的房价那属于比较低的，然后它的出租也很高，因为很多人都喜欢租那一些外国人，他可能没有想要买房在贷款的一些人，他可能就选择租这样比较减轻没有那么多负担这样吧，可能比较思想比较开放一点。那很多这边的出租率也很高，然后它的收益率比值也很高。那而且现在的苏加斯的话，一个 T-Mobile Arena 新建的，那2万个座位，然后是 Vegas 的那个 Hockey Team 这个冰球主场，然后还有一个65,000座的一个 Stadium， 一个 Football Stadium 正在那个慢慢的建造，我不知道王老师有没有听说啊？可能会对，反正近几年肯定会完成这个。所以游客的话数量，然后有很多想要来旅游，那就增加了这个 create more job 嘛。然后那这样的话买房的人的机会就更多。很多人都愿意来这边，所以前景还非常好。对，嗯哼。OK， wonderful。谢谢 Ryan， 好啊 ，OK， 谢谢各位同学，各位海内外的朋友。那我们今天介绍的 Live Open House Las Vegas 全新的房子，那我们今天就先介绍到此为止。谢谢大家，新年快乐！